大家好，我是小熊嘟啦，安全教育开始了。下雪天怎样防止摔跤？下雪了，下雪了，我最喜欢下雪的天气了，因为雪呀，雪白雪白的，最漂亮了。我马上就要出去玩了。哎，你等会儿等会儿，下雪了虽然很好玩，但是出门也要非常的当心，因为下雪天路面很滑，小朋友们外出行走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，尤其是当雪化成冰后，马路上会光滑如镜，小朋友们最好在家长的带领下外出，这样会安全得多。下雪天开车的叔叔阿姨，尽管他们非常的注意，但也有时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，所以小朋友们过马路的时候要千万当心啊。在厚厚的雪地上打雪仗、堆雪人是非常开心的事儿。可是小朋友们是否想到，硬硬的雪球如果打到小朋友的脸上、头上，弄伤了小伙伴的话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雪天里玩游戏也要格外的小心。